睇陈展鹏拍剧，你又会觉得佢啲演技好精彩啊！咁但系唔知佢背后嘅感情生活又系咪多姿多彩呢？因为而家有传就话你同贝安琪喺拍剧嗰阵时暗地里挞着咗，系咪真噶？套剧其他演员其实大家都知佢自己啲婚姻状况啊，系咪？或者佢私生活都系好干净噶。就你啦，所以就揾我咯，系咪？咁但系其实我觉得。冇所谓嘅，因为唔好伤害到，我成日都讲唔好伤害，即有啲伤害我嘅冇所谓嘅，唔好伤害到另外嘅人，咁我觉得 OK 嘅。但系同贝安琪就识咗好耐，唔系拍戏识咯，就系拍戏识嘅啫嘛。如果有拖拍都会公开嘅，其实我会公开，唔会收，即我唔会专登公开我拍拖啦咁样，但系我唔会否认，亦都唔会去逃避咯。